才华出手，拿下莲娜。哈迪伦、莲娜、玛丽，今天晚上是大表哥的首发。第一个必得阵容，咱们看小孩这边看他的手里八神，八神现在还有七个的血量，想压百科车，开了个预言啊，第一个币谁赢？你觉得这个币谁赢？大家可以预言一下。感谢李硕与玛丽的爱你，稳了。哎呦我去，高级取消，刚说稳马上就要翻盘嘛，小孩有机会，他血量比他多了一个，好的，回身一个战重拳，玛丽对玛丽啊，除了手底不一样其他都一样。咱们来看今天晚上比赛，左边是台湾的 ET， 右边是广东小孩，这一段时间给小孩的赞助14的比赛是比较多的。ET 大宝哥这边是手上有两期资源在手，但是他血量只剩下一个重攻击的血量了。好的，广州好兽龙，没什么太意外呢，他想用谁就用谁，那是他的一个想法。觉得这把谁能赢，朋友们？现在玛丽对面有四颗七资源，有没有机会用？还有机会，不光小孩这里没有资源了。好的，下地打缺反，中断技责，小孩奥圣龙 ，ET 要输了这一个币。好，上来就是一个垂直之剑，那么这边 ET 的手里还是选择了哈迪兰，小孩这边带入一套 BC。好的，圣龙，打掉对方三个多血量。大表哥现在往向板边追击，前皮臭 BC 带入，但是这里断连了，给了小孩一个缺反套机会。圣龙28连之后 ET 还有一个血量，中大技 BC 带压制，那现在是一个前冲下重腿放倒了 ET，